陶土这样的。你知道Carmen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手语这个事情啊，我们拍25天，他只 NG 过一次。哇！他每一个 take 都是精准到位，他只 NG 过一次，而是他自己喊停。他自己喊停，要他比错。那监狱那场一次 OK 吗？对，我们拍2 take OK 了，没有停过。对，就是你可以想象25天内刷手的表演全部没有 NG。来跟我打招呼，那哇，我就是有一种被又醍醐灌顶的感觉，就是他非常的真诚的把他看到了复读青年以后的回馈，直接就当着我的面直接说出来。快快赶快说，我们现在记者会上我们想听复读青年如何李安导演说他就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作品，是，然后说台湾有你这样的演员真好。你可以讲清楚一点，清楚一点。对，来，再来讲一次。他说：“台湾有你这样的演员真好。”李安导演说：“台湾有吴克仁这样的演员真好。”个人想不到的。印象深刻，妈妈啦，妈妈说她看电视看到哭了。她没有，我妈妈没有关心，不是说她不关心，而是她没有特别的，没有关注。我自己的表演，他有时候会看，那他会有跟朋友讨论，但其实他很少会说他看到我什么作品看到流泪，对，他可第一次有这样的回馈，所以我自己是蛮惊讶的。那我们建豪有传讯息给你，毕竟你还替我发声，有了传给我，他说有啦，你帅啦，没有了，我那个开玩笑的，我觉得那个慧玲常挂在嘴边。建豪可能是他心里的第一，对，因为他们交情很好，我们都很好，对啊。那时候我就开他跟慧玲开过玩笑，就是他，对啊，所以他主动传讯息，当然了，因为他有看到，因为我们有个群组。那有没有其他的经纪人来抢人？抢人哦，对啊，第一次来接洽，好像可以来接洽一下。没有，其实我觉得是大家好像以为我，就因为前几年有，还是有，前一两年，在8年前还是有，但后来好像大家觉得我好像处理得很好。对，但不是，是因为我很忙，我一直在拍戏，因为我在拍戏，我就不会想到说哦，我要再去接触，因为是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个事情，不是我不想。不是我不想，是没有时间。真的有在想，我有想，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可是我接下来工作没有不会那么忙，因为本来自己就有设一个停损点，在40岁之后，可能工作的方式必须要做一个转换。那对啊，也因为前面累积的东西已经足够